这么久才问你？你说啊，莫言是很有钱是不是啊？登记的都有钱，就12000多天，全台都第一啊！听长辈说，丰原五大特色：柴干、米白、水清、饼虾，咋不水跟五面？丰原是靠近横贯公路的起点嘛，大雪山那边都是林场嘛，森林嘛，啊，日本时代都从大雪山那边砍伐我们台湾的块木到日本去嘛，啊，所以以前从东市出来，一定要透过火车站，丰原火车站往北往南，所以丰原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经济的中心了。丰原人买遍主的比例是全省最高的，从这个你就知道说，是不是丰原人有钱人很多。老板娘吗？嗯，你好，你好。哇，你这间是老店了吧？对呀，哦，18年了，18年。哦，对啊，老板，你们以前的照片吗？哎，这个是最以前的。哇，你看电话码才522，三码而已耶。对啊，真的是有电话的人很少。八码。对啊，好厉害哦。对啊，对啊，所以就后亚郎才有。哎，不是，因为开店嘛。啊，要接订单呐。对呀。老板娘，你们开了那么久，你们怎么会想要在80年前来做日本料理的？哎，那时候第一代，我公公的时候不是被日本调去那个菲律宾那边打仗啊，军队，哎呦，军夫嘛，对呀，所以那个秋冬了，对，没有死了回来，好不好？见不西啊，哎呀，他就是自己有功夫啊，当美败的，就那个手艺就学到日式料理，跟日本人一起啊，他这回来就开一个日式料理店，哇，好厉害呢。比较聪明的啊，因为你吃的是鳗鱼饭了，当然你是分等级的价，老板这有差嘞，有差嘞，演艺圈的潜规则啦。那我就先来了啊！哇，好过瘾哦！所以这个就是当初爸爸的手艺吗？对啊，哎呦，就从开店就有这一道，这个鳗鱼饭哦，你干嘛赞赞哦？啊，他嘞？一样的哦，一样在，好水，好吃哦，是好绵，然后一吃就化开了，哇，我们的饭很好吃的，大家都饭都很好，对啊，丰原的米也是厉害的，哦，是啊，哇塞，是啊，哇塞，哇塞啊，哇塞啊，哇，它就进去那个鳗鱼的那个胶质，哎，其实有人说就是鳗鱼。好像它胶质非常的多，有点算是养颜美容的圣品。它是因为那个胶质在滑口，可是你又吃到它中间那个鱼肉的那个纤维，哦，对，它有一道饭。那有他觉得说那酱汁啊，那还有在浸泡酱汁之后，像老板说再拿出来再烤，会有慢慢收汁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他觉得说它的肉真的就有把那个脯质发挥到极致，真的就是入口即化成。特别的香就是它的米，真的我跟你讲。饭好吃，再搭配上鳗鱼好吃，吃下去之后就真的是幸福的感觉。这是最传统的，直接卤排骨，再加上满满的这个酸菜。这不是酸菜，水里红啊！这水里红哦，哦，再跟水里红差天地之差。哇，这样被你发现，我这十几年来都分不清楚。高档的啦，哦，比较高档。酸菜是一般的低档的那个。哦。好，拍水拍水，雪里红，雪里红了。那吃下去就感觉到它的用心的那种感觉，那卤汁全部扒在上面，而且吃下去咸香味是刚刚好，搭配着高一阶的雪里红，吃下去带有点那个咸度的那种感觉，包含它咬下去也会脆口的。所以在嘴巴里面，虽然说这样子看，你只看到雪里红排骨跟饭，但吃下去在里面，它一起
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多层次，咬起来越嚼越香。哦，而且这里面都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料。哦，哇，还有原料熬煮食材的原味啊。哎，这个好像是在这边宅的上班族非常爱来。你看，你点一盘，你就吃得到鸡，吃得到鱼，然后吃得到这个天妇罗。哦，虾子也有，料多。真正的日本的炸物火，那个外层那个面衣要很薄，不要太厚。对啊。所以你看，老板，你这个，如果你的面衣很薄，代表这个虾很大只啊。对，你看，整个那个虾肉啊，肉的那个汁。哇，看起来就非常可口哎！真的，那么虾的身体会完全都保留在这个炸虾里面 ，CP 值很高啦，对啊，难怪来这边的上班族哇，一个中午吃这个，我跟你讲，整个下午精神百倍，真的。我本来不是本科，不是学这个、啊，本科我大学是念电子系。那怎么会突然就要做这个？因为以前爸爸经营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妹妹开车去南部旅游，回程的时候发生车祸，所以你要扛起这个担子。那我本来在日本的电子公司上班，那我跟科长说，我可能要辞掉，我没办法上班，我就回来继承家业这样子。那你该不会现在日本电子公司你也是职员吧？没有啦，早就辞了。哦，我以为他不愿意让你走，你就没有双薪。没有回来的话，现在不是郭台铭，是我啦。对啦，你看。现在飙那么高，对不对 ？AI 的时候你就想到了嘛，这个怎么轮得到？对啊，可惜啦。丰原以前就是大台中的交通枢纽，发展得很不错。中小企业蛮多的，丰原人普遍生活条件都很好。哇，你准备倒是真的准备了很多啊！对啊，对啊，都是我们的招牌，都是招牌，招牌，这些都是妈妈的手艺是吗？是的，哎呦。所以你是第二代，对啊，传承妈妈的好手艺，吃看看。那我们要先从这个招牌肉粥开始。好，这肉粥看起来就已经很丰盛了，真的。对啊，你的肉片也给太多了吧？人家肉粥是吃那个肉碎末跟肉块，你这是一大个肉片哎。对啊，本身爱吃肉，所以本来是绞肉把它改成肉片哦，让大家更有肉感的感觉。对，好喝哎。哎呀，这个汤头是有特别用什么下去控的吗？哦，汤头有每天都是用那个鸡大骨下去熬汤，哦，熬八小时，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葱头，嗯，然后红葱头炒那个猪油，啊，爆香煸香之后，嗯，哎，所以这汤其实就已经蛮够味的，嗯，然后满满的都有这个算笋条、笋丝，吃起来之后。口感就脆脆的，这笋子再继续这样控下去的时候，它还会有个甜度出来。所以老板这样子的这个汤，就是妈妈就是这样子在煮。对对对，我们30年前就是这样子。哦，好好吃哦。所以老板，你们家本身妈妈从以前也是从小做食品做到大吗？啊，不是，我妈妈是原本在那个专柜卖化妆品。哎呦，这手艺也太好了吧！那是因为。爸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才搬来台中。哦，他就是怕我们学坏。啊，他就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然后就开了一个小吃这样子。等于说稳扎稳打的这样子探级，这样对对对，实在。对对对，我们店里以前的店面，就是很多那个外汇厨师，然后他们都会来吃，吃完就会稍微指点一下，说这边好，调整出一个很最适当的口味。哎呦，而且吃肉粥就是要配小菜嘛，对。但是一般吃肉粥配的小菜，感觉都是那种红烧肉啊什么，那你这边是排骨酥，哎呦，那么有做调整就是。它是去骨的，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啃骨头，那我就把哦好吃耶去掉，然后这全部都是肉块。哇，哎，很好喝耶，很爽哎。它的这个炸粉其实很薄，所以你咬的时候啊，它就只有外面这样酥脆的感觉，但是你一咬，其实是整个是肉的那种流淌度。这肉超口感超棒的，
就是会有弹性的那种，真的有弹性，而且你吃得出来它里面腌料那种咸的味道，但它又不会说死。哦。然后搭配它外面那个炸粉啊，薄薄的、脆脆的感觉，然后一点那种胡椒盐，哇，超香。对。对。这看起来也很厉害。这也是新口味，就是我们去年还出的，它是青花椒麻辣猪脚。哎呦，哦，下酒，嗯，下酒，青花椒味道好浓哦。对，其实你夹过来，我已经闻到了。对啊，很猛哎。因为它的那个猪脚啊，它这个卤透到整个里面呢，黏 Q 黏 Q 的，完了你一咬，然后那青花椒味要再喷射出来，这个真的。哦，这太夸张了啦，我在咬。不是骨头这样子感觉甩一甩甩一甩，它就掉了耶。对啊，对啊，那你是卤很久吗？有，超嫩的耶，好香啊！听说以前妈妈教你的时候是很严格，是不是？很严格啊，超过三次咬，教第三次就动手了。你也看到鹅啊，现在满满的都鹅啊，太好香哦！哦，哇哇，满满的哦。我觉得很像鹅啊，三只鸟哎，它的一份是真的很多哎，满满的多菜汤哦，太多了吧！听说以前妈妈教你的时候是很严格，是不是？很严格啊，超过三次啊，教第三次就动手。啊，动手？第一次教啊，就这样。他就说啊，这个照这样子五分钟就可以起来，就可以起来。然后我们听不懂，然后开始学，然后做一做。第二次，哎，做炸错，妈妈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感觉到空气在凝结了。第三次又炸错，这样下去，第四次我就会。你说一巴掌啊，真的，这种头要就是好好想这样打下去，想扒了。哇塞，哇！哇，但也就是有这些，所以才可以把味道控制得这么好。它这个我觉得老板的那个调味料很少，所以你一喝那个汤呢，你就可以喝到各种那个食材浓缩在这个汤里面。它的你看它这个色泽，哇塞，它那个色泽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喝进去的时候。你以为是很浓，但它其实你进去那个入口的口感还是有一点比较清淡的感觉，但是它的那个整个浓缩精华又是很浓厚。我刚喝豆哥这个，你可以喝一口，它这个味道哇，这是巴西蘑菇，这是巴西蘑菇，但喝下去这个香好像香菇鸡汤，好像是开好喝过，就是超级浓郁的那种香菇香味，好香啊，厚实哎，对，这个巴西蘑菇是巴西蘑菇，它就本身有一个特殊的味道，然后加上我们又选自新色的冬菇。哦、oh, ，所以它有两种菇的基底在里面， oh. 它的那个香气层次很不一样，而且都是鸡腿肉。哦、oh. ，刚刚因为我刚鸡腿肉，因为我刚一先喝我的，我就觉得我的波比辣椒已经很猛，因为很少可以喝到波比辣椒是咸度有，但后面那个辣度上来，它不会抢味，然后后面会有那个波比辣椒腌制那种甘甜咸甜咸甜的那种甘的味道，甘甜甘甜的味道都慢慢这样跑出来，没汤很厉害呢，对，汤好喝，深度哎，对啊。慈济宫，丰原慈济宫非常的有名，好不好？好，我跟你讲，这边最厉害就是在它的旁边，就是有名的庙东夜市。啊，你有来过吗？没有。你没来过？你有吧？没有。你一定有啦，你出外景一定有啦。但是来这边呢，我跟你讲，一开始就是直接从庙往旁边过去的第一间菱角酥就是很有名的，几乎来这边都是必吃的。我们就吃点小东西，就知道。真的，拜。拜托，我做这个节目，我算你学长哎，学长好，对不对？好不好？我们要走进来，你看夜市这样子，走进来左边已经在排队了，好可爱，超多人哦。那一排都是在排队，左边这一排啊，真的，左边这一排啊，这家，你看超多人的，菱角酥已经在排队了，超长哎，哇。哇！排到这里，排一下，我们要四份，四份，谢谢。好，我们等。
看他这样挑挑挑，一颗可以这样直接丢起来，很强哎。为什么会跑过来？对呀，他想吃啊。对呀、啊。坐这边必吃呢，你们领导是必吃。对啊。很多啊，永贺哎，对啊，热乎乎吃最好吃啊。还有老板说要现吃，对。还有贴心小提醒，现在买回去的时候不小心带出去要焖煮，要注意它那个热啊焖会让它没有那么酥。哦。哦，好好喝哦。感觉很烫。好软哦。好香哦。好软，好软。外面这一层是酥脆，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那个粉的那个软度，然后它的那个菱角的口感又是比较扎实厚实的感觉、啊、好好吃哦、嗯、而且它就这样简单的那个面糊包住之后啊，人家吃下去的时候那个香味是十足的，菱角是菱角香，面糊它竟然有它特殊面粉的香味，对，而且这样子炸他们很讲究那个火候跟时间，所以你这样子摸它也不是油腻的、嗯、吃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担心，你说这样地瓜球是要一直压一直压，它就要把它弄蓬，但这个它甚至没有压，马上捞起来也不会油腻，哇，就是一个香气啊，好好吃，这个好好吃，对啊，欢迎妙东夜市，最好的话大家就是来这边第一家就可以买，然后这样走进去散步着吃，然后我再带你们去吃个蚵仔煎，好，你是厉害的，好不好，走走走走，来就这边哦，走没有几步路就是这家蚵仔煎，哎，你看蚵仔就摆在这边，大哥哇，都是大粒的哦，很厉害，而且那个煮汤的蚵仔也是大颗的，大颗的，他们在上看到就是很新鲜，要大颗。对啊，看直接天台，你也看到蚵仔煎是满满的蚵仔，那好香哦，哇哇，满满的哦。对啦，哇，这对了啦，整盆的吧，老板，空心菜、豆芽菜这样子，满满的。多到我觉得很像蚵仔山丘哎，真的，是这样子嘟起来的。对呀、啊，满满的啦，感觉好像是两份，它的一份是菜的很多哎，比较健康啊。捡起你的头，哦哦哦，看，哎，满满的都菜汤哦，太多了吧？所以它的这个酱啊，端上来说，它的甜辣酱就满满的，很像在吃麻酱面的那种感觉，那种花生的味道特别重，好爽。它的酱不单单只是一般的甜辣酱，它有很浓的那个花生酱香味在这里面，而且我觉得拌上了花生酱之后，会用整个那个。酱汁更浓爽，嗯，真的味道会更厚一点，而且选用那个豆芽蘸空心菜，会让整个口感都会变得比较脆口一点，会卡汁卡汁这样，嗯，然后这样刚好夹起来，哦，那个蛋香味，啊，跟那个太白的那个芡这样勾起来，哦，而且随便一夹，每口一定都会有啊，那是大量的，嗯，哦，而且这边你不觉得你看这环境？我就觉得来到这种店面，就可以证明它历史很悠久。还有牛牛爱华华，2022年10月23日，今年2024，我们还在一起。好好好好好，在一起啊，在一起啊，在一起，还很干净啊。就是在丰原长大，那我们台中县政府以前就是在我们丰原这边，那我们丰原这边的话以前都是很丰衣足食，食物啊钱都不缺，就是在我们丰原这边，看看你到底有多狂！对呀、啊，讲成这样，有什么我们没见识过的？真的，对呀、啊，狂是的，啊，招火了！啊，是晚粥吗？哦，不好意思，你这边还哇哇哇！哇哇，这是一碗，是什么啊？这个感觉是家里聚餐啊，四五个人煮的，对呀、啊，你一碗。这个不好意思，哎，要拍一下，一定要拍一下。
快就快。哦，哎呦，醉啦！阿姨认真吃。哇塞，你们哇哇，你们这菜也太多了吧？还有，太太多了。哎，但是你这个是每天都就是说这样有限量吗？有，很限量的，都会限量嘛，因为我要保持新鲜度。哦，那这个就是最豪华的吗？对对，那一天就五碗。哦，一天就五碗。对对对对对，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有那个大龙虾为主题，然后还有那个大炒虾，然后再有那种活鲍鱼，还有那种活的红鲟，他们红鲟都熏也有。哇塞！怎么样，有吗？基本上这个现在的话是1980。1980都是固定标价格，不会变动的。哦，真的吗？就是因为那个海产可能有什么变动哈。对哎呦，佛心呢？对啊，老板你是很爱海鲜的，不然你怎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海鲜料理餐厅？剩有点小故事，因为我特别爱吃海鲜。哎，然后像我们一家海鲜餐厅，为了讲讲啊，这一只包三四百，这个一千有2000-3000，啊，我说那我就觉得，哎，我们公园这边有没有这种海鲜店？那我自己来卖。那我用明码标价就是卖个用千的，就是200万变2000万，还做好没？但是你这缘投，你也遇到这种状况啊？对啊，哎呦，哦，我当初你刚刚遇到的，安尼就不会，比我还要狠的人。哦，是整只的啦。哦，你们那个哪个价格低啊？到家里了，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那是得啦。好赞呐！哦哦哦！哇哦！哎呦，哇塞！啊！Q 弹的，对 Q 弹的，真的高你，哎呦，哇，这很新鲜，你看这样，我一刀下来了，天哪，新鲜的，哇，哇，哎呦，好弹，太过瘾了吧，怎么竟然是新鲜的啦？哎，我眼睛都要醒来了，你前面我们弄到第三天了，你现在才醒，好爽，弹劲很够。哦 ，Q 嘛，对不对？我来试一口粥，好，跟那个汤头的感觉，有没有？这个粥最特别就是我们每碗粥是它都是用它的原本的海鲜料去熬那个汤。哦。不会说，哎，你点一般的，然后吃到龙虾味道不会。它每碗它做的烤皮都有感。哦。算我们的特色了。哦，哎。精华都在汤了，真的都在汤。来，吃。那就是那种很多虾，那种甲壳类的，在热水里面煮之后，它整个那个鲜味释放出来，就是那个汤。给我那个汤啊！而且这个人那个鲜甜味，因为海鲜量很多，所以它很不单一，它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浓郁。哇！再加上这咸度，就是它自己本身它那种海鲜的甜出来之后，可能带一点海水的那个咸度那种感觉。就完全几乎是可以说，它可能都没有再加什么调味料，就这样一直煮那个汤头，然后那个饭慢慢在吸收那个汤汁，这样孔嘞孔嘞孔嘞哦，全部每一个海鲜都很有味道，就像它突散出来，疏解疏解疏解，对的哦，了解，哦，哇塞，哎呀，这个吃下去，眼前面都是那个斑，你知道这整个里面怎么都那种。先到一个语无伦次的概念是吗？对啊，哎呦，烤烤的蛋很多哎，对啊，都是哎，它这个蛋这样子，然后混成一点那个汤汁啊，完全是精华，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个蛋已经干掉，就是湿润的，然后好香哦，哦，每一个海鲜的那个 size 都偏很大呢，哎，一定的。现在就是要浮夸了，不能再用白白的啦，对吧？太浪费呀！而且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就大方嘛，公园就喜欢这样嘛，排场气势那种感觉要出来啦。对对对，最喜欢哪只？珍珠，加一个白酒，这么多哎！对啊，他就是爱面子，而且不能爱领住，有没有啊？哦，好棒，好爽，好香哦！哎，这汤其实两个汤味道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差好多，就是不一样。海鲜控出来的汤头就是会有差，它都充满着不一样的那个海味。你是真的很爱吃海鲜，真的，对啊。
我发现老板你很大方哎。啊，你那个饮料跟那个冰品是无限取用是不是？都放旁边的。我们都可以用啊。对。啊，就随便你 OK。我想说。多一个东西给人家，哎，有一个好印象。大雄美和的特点不给人给命名。哈哈哈哈哈！还给了，还比猪肥，比猪肥啦，对吧？他们不太明白，怎么没上来？是给就喝。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这个城堡呢，就是老板自己打造，结合他最喜欢的东西打造出一个城堡，就容我称它为青蛙王子。外面摩托车已经停满，而且进站这样消息看去已经坐满，好酷啊！在出入上，然后手打面那种感觉。对了，那个雪冰只有在你这里吃得到吗？对，全台唯一。对。青蛙王子 ，Hello， 青蛙王子，因为我们民宿的话，我们是带很多青蛙的元素进来。哦，对，青蛙，这边是不是也是一个青蛙？对，对不对？民宿里面其实有三大青蛙，包括这个帷幕，就这两个眼睛嘛，对，这两个是青蛙，对，就是一个青蛙的梦想泡泡。哦，你这个为发夹。哦，那庭院里面呢？是。阿比丘那边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的青蛙哦、欸，第三只青蛙你们知道在哪里吗？第三只青蛙该不会是青蛙的还没有长大的样子吧？哦，阳台，我在整理袖子，我在整理袖子。第三只青蛙是要从我们的三楼的楼上看下来，就可以看到一只我们的大水池的青蛙。是由蝌蚪变成一只大青蛙哦，确、yeah, 定不是喜欢高凌风大哥吗？哦，从小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所以对哦，那个也是有一点的，对，他是青蛙王子，我是青蛙小小王子。为什么你会喜欢青蛙老板？其实以前这片是我们家的葡萄园，小时候就是我们家的葡萄园。葡萄园，对的，我们这边的，来，坐坐坐坐。爹，你坐着聊，你坐着聊，哎，这整天都你的，你着想，你坐下吧，你着想，你着想。那今天主题什么吗？要不要喝茶？你是有钱人，你真的是非常的符合我们这里的。对啊，产条啊。我们这边啊，我先大略介绍一下，这边就是从阿公时代就留下来一大片地。阿公哎，阿公有二十几个，他就是我阿公嘛。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后来为什么会想要把它改建成这样子？因为想法，其实小时候我们就在葡萄树下，小时候其实就会动的都会抓来玩，所以说就看到青蛙就很可爱啊，就会抓来玩啊。啊，再来就是我跟我老婆外出出国的话，就会在很多国家看到青蛙的一些摆饰品。哦，跟我妈妈对不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乖儿子，乖儿子。都是，哎，但是对啊，连这个感觉比较像是在游乐园的东西，在公园里面的也给它搬回来嘞。然后这边又是你讲这些摆设，各式各样的，他真的好喜欢，这个都是哎。我觉得他之后可能可以开一个青蛙博物馆，就他所有的收藏全部都可以。天哪，就连吊灯，哎呦，哎，上面是青蛙，对啊，出来了。
这是我爸他自己做的。是的。哎，我爸自己亲手做的。真的假的？我刚刚有乱讲，结果是真的。亲手做的。哇，你看光这边就那么多青蛙，开始期待房间了。走，去看房间。走，走，走，走。来，这间。哇哟！哇，这个很典雅，很舒适。对啊，哇，全部都是老板自己打造出来，他梦想的青蛙城堡的感觉。哇，有没有四人房大空间？你看一个小客厅的感觉，又温馨，然后有点那种欧式的那种感觉，很多有创意的这些摆饰品，而且每间房间都有大阳台。而且在这边很贴心，客厅看电视，想睡觉的时候一样。哇塞！哎呦，这样转，转过来，有没有高级饭店的感觉？对呀，你看，如果想要跟大家一起享受，也不用推到底，在这边这样刚刚好，摆一只，它是属于任何角度都可以停的。但我现在目前进来，我仔细看，还没有看到青蛙，任何一只青蛙。我也在找青蛙。外面很多邻居都可以让你休息一下。啊，不懂啊。哦，原来是这样子。你好厉害，你好了解我爸。当然的。那个浴室嘞，我看那浴室它是有点像那种以前的老花砖哦，那花纹非常的复古的感觉。西班牙进口，有些人用这种是贴皮，没有，我爸是直接西班牙，他货柜是自己包一艘船过来的啦。天哪！对啊，它里面还有那种浴缸哎。对啊，而且这个就是像那种泡那种温泉饭店的，它是直接往下挖的。哇！对啊，这样子你看，直接下去这样子泡的那种感觉，舒服，对不对？高级。对啊，然后通透的像玻璃，像采光就会非常的好。小时候我妈常跟我讲，她说真正的有钱人其实是非常低调啊，有分呐，对，有很多种，不是那种什么开跑车啊，我给你，或者是什么住豪房，想要让大家知道她有钱。对，不是，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要来吃的这间呢，它也很低调。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很像住宅区啊？对，还有个小巷子啊。它就是隐藏在这个巷弄里面，可是我告诉你，它好吃到它即使隐藏在这个巷弄里面，但是它在网络上的评论有1000多个人去评论，但是有4.3颗星。就这里是不是？对。哎呦，哎，这样一看，你外面摩托车已经停满，而且记一下，你这样消息看去已经坐满。都是的，所以老板特别低调。对，老板就是比较低调，不太喜欢露。可以吃，但不要跟他聊天。对，OK。用食物证明他的价值。就是好东西就是安静点点啊，吃啦。好吃好啊。吃吃看，听说这边都是走麻辣系列的，对，麻辣口味的。哎呦，这个就是麻辣的牛肉面。有辣还爽哎！哎呦，舒服哦！我喝看你的汤。哦。它的那个辣油是蛮有底蕴的辣哎，不是那种给你很强烈冲击的辣，它是在你的那个喝下去那个汤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辣香味，然后微微的辣这样子煮一下。我觉得它这个辣油比较像那种辣的牛油的感觉。就它的汤的基底，因为你这样拌开那上面那层辣油的时候，像我这个是红烧的嘛，我们这样看它的汤的都是比较这种有点乳白色的感觉，然后差别好像就在于它上面那层辣油，但那个辣油就很像有些牛肉面店它会特别去加那种牛油啊、辣牛油这样子，嗯，然后喝下去的时候，它等于是可以喝得到那种清炖跟红烧的感觉，取决你那辣油多不多。它牛肉炖到软绵了，可是呢，你又还是就是吃得到那个肉的那个纹路，就是不会完全是那种化开型的，所以我觉得在滑嫩之中又带有一点口感。然后因为它本身的那个肉啊，我觉得它的鲜甜味是有保留住的，所以它不只是你在吃它裹附的汤汁的那个外表之外，你咀嚼的时候，它的那个肉甜味就会从里面散发出来。好吃，好吃，好吃！我这碗是那个牛腩面，你看满满的，哇，有没有？就像牛肉条的那个牛肉，你是牛腩，然后牛肉面就是用牛腱肉，它这个就是咬开的时候啊，
它肉之间还是会有那种油脂，所以咬下去的时候，那牛油香就出来。然后在咬的时候，中间的肉啊，它是冷的，但它上面外面这层筋就是要你在里面一直在咬它。然后越咬的时候，那牛油的味道就一直被激发出来。我是蛮想尝试它的面条，好像手工拉面的那种感觉，好喝了，再 Q 入上去，像手打面那种感觉。哦，而且因为吸进去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它怎么样？就是有纹路吗？它就是这样子，有那种形状，然后吸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有 Q 度，在嘴巴里面这样咬的时候 ，Q 劲好像就会再提升一下。然后伴随着这一点辣油这样子扒在面条上面吃下去，哦，很香。很厉害了，而且建议大家要吃要早点来。因为刚刚我们来的时候啊，店内全部坐满，甚至好像也会有人先打电话来订，然后才去直接拿。到现在依旧是满满的，外面都站满了，好吃。丰原其实，在传统的过去就是属于银行很多，诊所很多，然后有钱的很多，所以就是在丰原的生活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个人很喜欢在丰原生活。来，聊一下。Hello， 你好。哎，雪冰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听过雪花冰嘛。对，就是传统的是雪花冰，然后韩式的是雪冰，韩式的冰，所以它是韩国那边流行过来，是的，所以它也是一片的吗？不是，它是像下雪的颗粒状，一颗一颗的，松软那种的感觉的吗？哎呦。这不知道是什么，你先试试里面的冒烟的啊，黑莓酱加哦，我的冰好特别哦，就跟雪下雪的那个雪一样。老板，那这个算是韩国专有的这个技术，对不对？对。让你刚挖起来，你这样看，还会想说，哎呦，它这个是不是会有一点要咬像串冰那样？但完全没有，它是虽然说有形状，但是你放进去，你那口腔的温度，它就化开了。天哪，就在嘴巴里面呢！哇靠，雪花好美哦！哇，那像绵绵密密的，然后又有那 Oreo 那个酥脆的那个饼干的感觉，再配上那个珍珠，我跟你讲，那个口感搭在一起，真的是回味无穷哎。我这边这个，它这个冰淇淋蛋糕，那这边就是草莓口味了吧？对呀。哦，好吃吗？好好吃，这个女生超爱，我跟你讲，小朋友必爱这个味道，因为它是草莓啊，有点酸酸甜甜的，然后它的饼干又带有甜味，就会让你整个那个味蕾啊，都沉浸在一个粉色系里面，就觉得哇，好像在谈恋爱。对啊。好像冰淇淋蛋糕那种，可以买回去那种做生日许愿的那种庆生的感觉。嗯，这样子有几种口味啊？现在目前十几种。哇，这么多种？对，都自己研发的。对，天哪，长得漂亮又有头脑，还会研发。天哪，对啊，还没开始赚钱。在创业，创业，草创初期。对。那子瑜的是什么呢？子瑜的是啤酒雪冰。啤酒雪冰，好久不用。这是丰原店限定品，哎呦，正合同。徜徉在大海里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必须吃一下。对啊，本来要去敬老板的。欢迎。哎，其实很漂亮哎，这样拿起来就真的很像那种生啤的感觉，哎，张木就是把我摸的样子。那我这算什么口味？这下面是果冻，就是无酒精的啤酒味道。哦，下面这个就是上面这个雪冰。哦，无酒精的。对。哇塞，那你成本很高吧？你喝看看，试试看。对，还没赚钱。对，所以还没赚。哦。还在亏钱。
进去的时候香味是有，可后面那个是算什么味道？哎，很酷，它有点带苦味，酷哦，就像蒸鱼的那种感觉，真的有哎。好妙哦！吃完还可以开车，没事。它不会有酒精吗？是无酒精的，它就是个啤酒花的味道。可是它还原了很高的那个啤酒味啊！所以等下不会酒驾，没事。吃花就棒。对啊，哦，这个很好吃哎。嗯。所以像搭下面那个茶冻，然后里面有放那个日本的那个香蕉糖。就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会给你小惊喜，它不是很多哦，但它是一些些的时候，你就开始嘟嘟嘟嘟嘟。对，老板，那个雪冰只有在你这里吃得到吗？对，全台唯一。对，就是做这样子的东西。做这种这么浮夸的车，你知道吗？对，这些东西在国外其实很多，但是我们台湾没有，真的很可惜啊。慢慢让大家都了解这个新的产品，接受了这样子 ，OK 啦，他就会。所以你看，你们都来了。对。对呀，啊，抱一个啦，抱一个啦，哎呦，老板开心呐，来，哎呦，哎呦，哎呦，一间店呢，要能够经营得非常有声有色。它地理位置很重要。我们从丰原车站这样走出来，大概走三分钟，你看马上就到了。哎，这一看最亮的就是这个地方，真的亮哎，灯光，哎呦，大阪风格是吧？对，瞬间两个人马上秒到日本，秒到日本。这个地方又让你见识一下丰原人到底吃的多澎湃。OK 啦，日本通吃吃看，吃吃看，来啊 ，Let's go， 走。请问这一道是什么？这么浮夸、啊？这个是身穿满贯列车哦。特别的是，它上面有两罐寿司是用牛肉，然后包卷起来，然后上面有海胆。哎呀，海胆是新鲜，赤海胆。哎呦，赤海胆，吃吃看新不新鲜呐、啊？专业的，必须吃一下。对啊，日式料理达人。他那个舌头厉害的，一吃就知道新不新鲜。我是用料的表现，我全台湾都知道了。怎样要去敬老板了？哇！好热！我本来跟你讲玩做效果，结果变成又吃，根本不用做效果，不用蓝天成，真的。所以之前都是做效果。看机会，看是看光光，看光光。那这是一个好吃啊！这一进去就是舒服。你来。哇，是夸出耶！没有那个对。那海胆绵绵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肉，那个肉呢，它那个软嫩刚好不会韧，然后还有你一入口，再加上那个海胆这样子滑进你的那个舌尖，哇，进去，哇，怎么只有两罐啊？我没有吃到，还有别的，可以多点几罐海胆寿司。啊，我帮你们帮他们，等一下，捶个屁呀！啊，太多了，可以再做一二三四五六七罐吗？跨你裸啦！你有带钱吗？当然有啊！快来七罐，不要怕，他等一下结。对，第二个你推荐的是什么？那个天使红虾寿司。哦，还算是比较特别。啊！来，它的虾头里面是有粗饭的，那可以方块。虾头里面也有。对，虾头里面有粗饭。这么厉害？用炙烧的，那虾会有那个饭的。炙烧的香气，哎呦，那我先吃头喽，所以这也是醋饭这样塞进去，对，然后吸收，哇，你看那个膏，哇，满满的，里面那个香度跟那个鲜度是满满的虾味，然后配上那个醋饭，哇，你知道带点酸之后啊，就会很解腻，然后吃下去就会很舒服的香味，在嘴巴缠绕，接着就是它这块大块的，哇，好辣条。天哪，哇，还有微微的炙烧，啊，中间这个是蟹膏，哎呦，哦，那个好好吃哦，真的假的啦？哎呦，你们都是这样推我吃好啦。谁？你刚刚在讲什么？到底谁在推你？哎，没事啊。哎，它上面那个蟹膏好浓哦，太好吃了，哇，好香哦，然后那个 Q 度跟甜味，然后配那个蟹膏，哦，哦，好棒，天哪。
来，这个是什么？好酒承认。这个是丰原，还有丰原店限定的，哎呦，圣合同，抓鸡圣合，超鸡圣合同。它是这样子切下去，各种切法，喜欢就好。哎呦，对啊，大棒，对，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切就吃就吃。对对对，好。哎呦，对，就在用这个。哎呦，安劳为利啊！哎呦，那种丢啊，那个丢啊。哎呦，只给我刮鱼，我走。你管我？对，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想要吃饭。对呀、啊，对，有人喜欢吃饭的，有些人来这边，有时候他想吃饱。对，有些人来这边，对，偏偏他就刚好不想吃海鲜，他不想吃。对，就是这样，每个人不一样嘛。对对对，你也是贴心呐、啊、，OK 的，对不对？你很贴心呐、啊，还好啦。徜徉在大海里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一点点你那个腥都没有，一点点的臭味都没有，你爽爽爽加上去，哦，一叠加盖上去的感觉，爽爽爽爽爽爽爽，太棒了，嗯，太舒服了。那个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用最原始、最新鲜的味道，其实你就吃得到海鲜它本身带有的甜味，然后它的饭呢也不会抓醋抓的让你抢过了这个这一道。冻饭的风采，就是让你还是吃到这个海鲜最最最最纯粹的那个海鲜。哦，真太棒！哦，好棒！哎，我就感觉到，嗯，我不喜欢吃饭啊，而且还被你喂了，你不错，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哇，看到这样子，哇哇！稍微补充一下，它这个的话，原本是同一天订的，但是后它是。之后的话就是全台都会有，对，但是它这话要提前预定，因为它会使用大量的海胆，那海胆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只会到货两次，对对对，所以说提前预定，封面细看一下，看有没有。换句话说，它也算是限定限量版的，对，限量版就是要提前预定。哦，丰原吃也太好了吧，多到我都吃不完啦。